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家园，我又回来了。就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房间。首先看门这儿有三个字"张家园"，就是让他们鉴别一下，就说这是我的房间，我的领地。然后这边呢有个回忆墙，我跟你讲啊，我特喜欢这张照片，这张照片我太喜欢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父母也在这里呀，然后这还写了"你是我们的骄傲"。其实你这么一看，其实它都是有一个历程的，比如说一开始，哎，这个节目官宣了，然后第一集没有这把琴就什么啊，第二集元气妈妈出来了，然后银河系就接上了，银河系啊，这可以四人，然后再到五人，再到那个家庭吃饭，说的都是泪啊，这个节目真的是，现在又要经历一项同样的一个节目，唉，我估计啊，回来了这块还会又出现一个墙。那个墙是创造营回忆墙，然后等来这边呢，是我喜欢那些画呀之类的，还有乐队呀，然后这还有一个就是我放琴用的干燥箱，还有一个粉色的椅子，之后还有我最喜欢的黑胶唱片，然后现在开始收拾行李了，因为我们要去创造营了，我也不能在这个家里待着了，唉，想当时这个家里的墙都是我一点点刷的。刷成黑色的了。好，接下来我就要开始收拾我的行李了。这个是我准备的，这是一个泳裤。为什么要用泳裤呢？就是我没去过那个海南那边，我想去那边海里游泳、冲浪，所以说买了一个冲浪服和冲浪裤，然后还有一个泳眼镜。那个泳镜它是带度数的，然后我戴着看贼清楚，世界都变得清楚了。夏天嘛，得有夏天的感觉。我买了一个比基尼堡的，哎，叫什么来着？海绵宝宝他们家旁边住着那个派大星的同款短裤，哎，这个短裤我感觉就很适合我，这样让我整个人看起来都粉粉的。然后咱们男人嘛，得需要一件特别漂亮的，夏威夷衫。这件夏威夷衫可能会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朋友，也不能这么讲，就是有点游戏经验的人的朋友见过这件衬衫。这个衬衫是以前那个《侠盗猎车》里面的游戏主角的穿的衣服，这件衣服还真挺舒服的，说实话。然后我在五星的衣柜里面看到了这件，就是我感觉这件也有点那种就是三亚的味道，所以说我要把这件带上了。不要跟他说啊，他肯定意识到自己少了件衣服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翻译器。为什么我会带翻译器呢？就是说这回创造营不是要做国际男团吗？然后我合计就是，他们都听不懂我说话，我就拿个翻译器就好了。我觉得他这个是能听懂东北话的，我试一下。咱比如说英语吧，你干啥呢，铁子？你干啥呢，铁子？What do you know? 差不多，哎，意思对了。你干啥呢，铁子？What are you doing, sister? 然后咱再试试日文，不说这回也有日本选手嘛，试试日语。哎呀，铁子吃了没？咱俩吃点串去啊。走る最も人気があるのはやはりダブルです。他并没有听懂我任何一句话，他翻译出来的是还要跑的最热门的还是双骄。你用普通话试试看。咱们两个人去吃点饭吧。二人で食事に行きましょう。这个对，咱俩人去整点吃的吃去。あなたは早く朝食に来て柿を食べました。你早点来吃早饭，吃的是柿子。嗯，别告我这个发气要欺负我这个东北人。先不管他了啊，咱把它放进去。好了，收拾完了。马上我们不是要去创造营了吗？反正我知道将来可能会很累，但是这也是我自己选择的，也是我想尝试的。嗯，我也不知道我换一个领域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但是毕竟我年轻嘛，所以说就多尝试尝试吧。哎，撤了，创造营见。我刚刚行李装完了，发现我这个唱片有点埋汰了，所以说擦一擦。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张唱片，这个是《波西米亚狂想曲》那个电影的原声的那个黑胶。什么情况下会听这个？就是我只要我想听，我肯定会听，因为我买了这么多，我又不是买摆着玩的。那你有想过把这个带上岛吗？太大了。这张我太喜欢那个乐队了，Daft Punk，它这张，哎，你看多漂亮。然后它是有两张的，我比较喜欢前一张，因为前一张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曲子，估计
水果他们也挺喜欢的，就是 Daft Punk 的 Get Lucky， 哎呀，真的，哎，这个歌是真棒，太舒服了。我这是我一个很喜欢的音乐风格，因为你想，我有一个贝斯，我也有电吉他，我有木吉他，当然这里面没有木吉他，但是我想就是能达到这个程度吧。像是我自己也会收集一些老碟，比如说这张有点布鲁斯的一张说唱碟，93年的，这个还不算很年轻的，1974年。这一张碟，你看里面那个纸，它已经成为这个样子了。这样也很好听。这个，你们这是一些很老的记忆了。这种碟其实，我是觉得这个就蛮有意义的。收藏一种这种碟，像古老，像中国一些早点的碟，还是很有意思。哎，我去该洗个澡，睡个觉了。希望他我走的时候不要太落太多的灰。等我回来。哎呦，你说我带创造瓶去看看吧，真这个东西真是看看吧。如果说箱子够用的话，我会带一个这个。来。